我不知道哪里好，却又觉得但是我更喜欢你，只知道若是他，我愿意为他殉葬，可是如果换成我，我是万万不会接受的。我不是圣母，我是极恶的，那你想想。倘若旭凤不在了，就算那时间差几年，于我而言又有何意义呢？花开了，我就画花；花谢了，我就画我自己。在残。